呀，这不是子怡吗？旁边这位就是你的同窗狗友，没想到这么多年没见，过得还是不如我呀。子怡，她是谁？她是我后妈的女儿，刚从国外回来。子婷，这就是你那同父异母的妹妹，穿着土里土气。交的都是什么朋友啊？七个破鬼火啊！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老公就是这么说话的。保时捷小跑车，坐过吗？你开个八手的保时捷，装什么蒜呀？他可是我出国留学之前买的。他虽然老，但是他跟我一样，留着都是贵族的血液。张妹，我这个姐姐从小就爱跟我比，别搭理他。没事，子瑜，既然遇见了，就比比呗。喂，秘书，把我那100辆跑车给我开过来，给你发位置。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跑车。你忽悠我他吗？我出国留学之前什么跑车没见过？子怡，你这闺蜜是养牛的吧？你看这天上的牛都在飞呢，是不是吹牛？你一会儿不就知道了？不、哦，亲爱的，咱们两个还赶紧走吧，我跟他俩。头脑不太清醒、啊。哎，别呀、啊，别走啊！怎么了？怕了？哎呀，我会怕。你要是真就来100辆跑车，我把我保时捷吃了。你别急，100辆跑车马上就到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董事长，您全部的跑车已经给您开过来了。哎，那个什么汤什么母的，你刚才说的话还算数吗？要不算了吧。行，算数就行。直接吃的话有点干，我给你加点水。